好啦，各位兄弟们，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们继续玩我们的晋级的巨人吧！啊，很感谢上一集呢各位的支持哈，以及啊、很多的赞啊，很多的观看数，老头非常的开心。所以说呢，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第二阶段啊，就是第二集啦。啊，那我们稍微呢，先跟这些人说话一下哈。啊，他说现在没有必须啊，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些废话了。啊，他说巨人去哪里了？哦哦哦！下杀杀下，无声无息的巨人就这样消失了。米卡莎，哦，不是米卡莎，抱歉，是米娜。嗯，好了，讲完话了，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身上的装备。哦，这个是买材料，我们应该不缺材料啦。我们先来看装备好了。有没有什么新开发的装备啊？暴风刀，我们现在还是一直在用这个一式刀身嘛，对不对？一式刀身，我个人觉得还比较好一点啦。那钢瓶之类的呢？钢瓶我好像还没换嘛，对不对？哇，这个都好难选啊！好，我们都换一式形态的好了。啊，先来做个一式形态装备。好，强化，我们强化我们的仪式刀身。嗯，红红的是怎样？钱不够、哦？哎，没有钱，好吧，什么都没了，我们走吧。なんでこだ？知道了，快走吧。Nice， 爱莲叶卡。哎、欸，其实之后的剧情我忘记了、欸。其实我真的有点久了，没关系，就当温习。それでは各班に分かれ、巨人の掃討を行ってもらう。全員中衛を司令班が率いる訓練兵団、後衛を中等兵団の精鋭班、中尉それぞれ受け持つ。なお伝令によると、先遣班は先遣班已全军覆没。巨人が侵入してきている。住民の避難が完了するまで。死守罗塞之墙，解散！好，我们要死守这个地方了。哈！明天就可以去内地了。哈哈哈，他看起来非常的焦虑。阿卡曼，お前は後衛部隊に入れ。住民の近くに一人後衛部隊が必要だ。待ってください。我的身手会成为连累的。おい、ミカサ。人類滅亡の危機だぞ。悪かった。悪かった。でもエレン、你千万不能死，艾莲。死なないさ。我才不会死呢。我怎么可能死在这里？俺はまだこの世界の実態を何も知らないんだから。アルミ。なあ、アルミ。これはいい機会だと思うね。这是个好机会吗？調査兵団に入団する前によ、この初陣で活躍しとけば、俺たちは新兵にしてスピード昇格間違いなしだ。快速晋升。嗯。啊。我们丢。間違いない。都他们都不怕死。今期の調査兵団志願者はいっぱいいるんだからね。哦，对哦，我们这边很多人自愿加入调查兵团。誰が巨人を多く狩れるか。看谁杀的巨人比较多。数を任せなよ。34班前進、前衛の支援につけ。前去支援。嗨。よし、行くぞ。行くぞ。いや。Go。状況は、先遣班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んだ。アルミとはまとまって行動した方がいいな。出阵，我去阿尔米那个地方。阿尔米在哪里啊？哦，是飞过头了。与阿尔米会合，让他成为同伴。哦，在这里找到了，在我军中附近下下 B 成为哦团队士兵，最多能带四个人一起行动，人物超过四个的话。按上下左右切换，士兵战力分 S 到 C 级。好、哦，我们这个 C 级阿尔米，哎、欸，你不是阿尔米，
你是谁？頼んだぞ。私も行く。你是谁啊？完全不认识啊。阿米在哪里？阿米。哦，阿米在这里啊。抱歉，都不会动了。我行くよ。もう街中に巨人が入り込んでいる。巨人已经来了。俺たちで倒すぞ。一起打倒他。我看到巨人了，地图在那边。哇哇，信号弹。怎么了？为什么发信号弹？求救支援，求救信号哦。哦，这是支线任务哦。只要完成副任务，实力坚强的我军士兵就会增加队员。Yeah! 来来来，交给我，交给我，我去救你。快去帮忙！好拔一个！他怎么了？他被抓吗？等下，这个巨人要怎么对付啊？我要怎么办法捞他的背啊？有了，抓到你了，这样算成功了吗？すまない。我们一緒に戦おう。哦，跟他讲话，进行补给。ありがとうよ。Go。やってやる。奴らの隙には渡せねえ。跑吧，三个。等一下，合力攻击。那边一只。耶，拿到资财了，碎。补充瓦斯，我会的。剩下巨人，剩下巨人应该是要全部把它清光吧？又有信号弹了，我靠，这个资讯也太多了吧？没关系，通通都来。交给我，我来救你了。急いで行かねえと。くっつけてやる。頼んだぞ。分かった。分かった。好吧，六个。おい、もたついてんじゃねえ。死ぬぞ。别慢吞吞的，会死啊。获得了我们的新的士兵。哎，我们还可以带一个哎。可以带谁？这个可以带吗？还是我们的？啊，这个是支援兵啊！我来了，我来了。悪かった。俺たちも戦うぞ。在哪里？哎，有人死了。あっちにはミーナたちがいるはずだ。門戸のある方向だ。ミーナたちと合流して、ついでに補給を済ませよう。没看到人呢、啊。人呢？Hello。エレン、アルミ、本部が巨人に襲われてるぞ。まずいな。やつらをどうにかしねえと、呼吸ができねえぞ。やってやる。好难瞄哦！等一下，太难了。有后面。まさか前衛の先輩方はやられちまったのか。这边有两只的样子。やってやる。了解了。
换一下刀片啦、啊。本部は何とか無事だね。呼吸を急ごう。平安无事了，补给兵出现，哇，都补给兵了、哦！哎、欸，快点，快点，快点！哎、欸、啊，补给兵在哪里？哎、欸，让我补一下嘛，都不让我补。等下再去，那边有一只64公尺的。来，阿里嘎多哟。哇，有人死掉了，嘿嘿嘿。哇，把他破坏掉了，完全讨伐，怎么可能？不想死的话就战斗吧。金浩在那边，啊，按错了，按到补血。还有一只吗？我看到在那边。再一支，有。哦，打完了。最终讨伐对象谁？噔噔噔噔噔噔噔！耶，好吃的肉！这也笑死了！杀他！あれは大物のお出ましか。気をつけるな、エレン。在战斗中，只要完成副任务或破坏巨人部位，就能提升决战的狼烟列表。左边那个亮表就是大绝的意思啦，满了之后可以发动决战的狼烟。怎么放？发动了之后呢，玩家的能力会在一定时间内获得强化，我军也会同时出现，与玩家一起进行战斗。出现的援军人数会随着决战的狼烟次数发动而增加。发动！我要怎么发动 ？RT 是哪一个？发动！我按了，不理我。啊呜！哎、欸，啊，说好的狼烟在哪里？哎、欸，我已经按 RT 了呢，他不理我哎、欸。还在按 P。那个还要自己改成技能哦，狼烟状态。有，解决了。作战成功了。现在呢？哇，长头发巨人。结束了。不过他那个设定怪怪的，我可能之后私底下要设定一下吧。前衛部隊已經瓦解了。監視していたわけじゃなかったが、これはあまりにも。機関車！呜！会飞的奇形种跳出来了。哪里该啊？
我被吃了，完了，哇，被吞进去了，瞬间死了一个。何しやがれ！托马斯还来！哇哇哇哇哇哇哇！啊，太鲁莽了！我脚被吃了！哦哦哦！哈哈哈哈！都要被吃掉了，所有人都要被吃了。嗨，你好，我跟你长好像哦。怎么会？怎么会？なんで僕は？为什么我？仲間が食われている光景を眺めている。哇，通通被吃。圣诞老人。どうして僕の体は動かないんだ？지지스미다 S B S 아终于拿到一个 B 了呵没关系哇我们拿到好多哦到时候钱会超多的我说他那个开那个大局我没办法按啊明明就是微软的摇杆居然不支援这声有点太哭了吧他那个 R2 不能放大局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太莫名其妙了让我有点小难过哎、欸、居然换我了米卡莎耶、yeah! 在晋级模式中使用角色会随着故事发展而改变所有角色将继承共用装备材料哦听说你是历届屈指啊，首屈一指的人才。对啊，我是人才，我超强。好的，我会做好觉悟的。嗯，我是军队士兵呢，你瞧不起我？来，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做新道具啊？看来是不行的。啊，不过我们现在钱好多、哦，我们可以来强化一下我们的武器了啊，是吧？来强化我们的刀身。Nice， 伤害变高了有没有？丢，机动装置呢？啊，也来强化一下，所以的。之后的等一下再说吧，先这样子。该问话都问完了吧，对不对？我们还有一个没问嘛。哼，精锐兵。啊，等一下你们就死定了。准备上了。赶紧出发吧！等一下，如果我开大局，我还要用键盘的 P 键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支援，突然有点觉得操作困难。哪里过来？啊！巨人来啦！我要去买菜。哦，他们要去买菜。他说上班要迟到，他上班要迟到了。啊，美虎啊，上班要迟到啦、啊，来不及穿衣服就出来上班了。速度好快。
我来了，物质啊！那米卡莎就是屌！噔噔噔噔噔噔。保护居民不受伤害。少女目睹的世界。哎，我是不是飞过头了？防卫对象是战斗中主要的目标。哦。在巨人当中，有一种被称为骑行者的存在。啊！人类持续发动攻击，采取各种让人无法预测的行动哦，所以这个很危险。就是这里了，你休想！呀！完全讨伐，班长。別の機構士が接近してきます。また住民に向かっていくぞ。米卡莎是攻击力、机动性都相当优秀的角色，所拥有的技能连击，在命中地巨人时按下 Y 就能发动连续攻击。这么作弊啊！哎，怎么没断？欸，为什么嘛？奇怪，他不是说歪吗？等我一下。好，一直来。好，有绿色的，绿色的。好，完成副任务。我要救人，我要救人。来吧。有1486这么高哦，好了，完毕。哇，补给呢？完了，那补给要找谁拿？哦哟，要直接给，直接给，太好了。我还以为我不够了哎，先来换一下。居民被抓了。
哇，砍不掉。哦，没有砍到是不是？哇，被攻击了。还有一只，叽叽。好，我们已经成功了。よし、このまま总算撑过去了。ミカサ・アッカーマンか。あいつは間違いない。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壁を登るぞ、班長。你也知道我是人才啊！我要前去支援。何？おい、待て！アカム！私にはこの世界に帰る場所がある。エレン、あなたがいれば、私は何でもできる。我来了。やっと撤退命令が出たってのに、ガス切れで壁を缺少瓦斯根本没办法飞啊！あそこに群がる巨人をやるしかねえだろ。好多。本部ならガスを補給できる。ただ逃げ回って残り少ないガスを使い果たせば本当に終わりだぞ。就真的非死不可，得输吗？決死作戦の指揮が取れる。我可以。阿敏。爱莲呢？アルミ、大丈夫なの？大丈夫。エレンはどこ？訓練兵三十四班の米は。最后都牺牲了。エレンは僕の身代わりに。真的，为了救我而死掉，为了救阿尔米挂了。アルミ、今は感傷的になっている場合じゃない。私は強い。非常強。強い。ので、私なら一人でもあそこの巨人どもを蹴散らせる。其实他内心已经在崩落了。あなたたちは腕が立たないばかりか、臆病で腰抜けだ。ここで指を加えたりしてればいい。加えてみてろ。あれで葉っぱかけたつもりでいやがる。おい、俺たちは仲間に一人で戦わせろと学んだか。激将法。呀，全部都像蚊子一样冲去电蚊香里面被电，有没有？哎，哦，是米卡莎。死んで止まるか。Go go go。俺たちも続こう。待て、コニー。これじゃ人数が足りない。まず近くにいる仲間を集めよう。哇，被踢到。我是飞错边了，飞这里啊。啊，有人死掉了。好，不管了，这个我没办法。みんな食われちまうんだ。やめ！もう一人。
最终讨伐对象出现，哇肥，哇300公斤，呼呼，哇这个这应该感觉蛮耐打的哦。啊，那表情好猥琐、哦，我要吃肉，看他变态嘞。あの大きいやつを倒せば本部の中に飛び込め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も周りにいる巨人の数が多すぎる。いくら味方でも無茶だよ。他说那一只巨人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见？最终讨伐巨人，该不会是中间那个大只吧？是哪一只？这个先瘦的巨人移动速度较快，在战斗中撞到不易绕背，其他会有采取行动让钩毛容易松脱的个体。当钩毛量表变成红色并开始晃动时松脱，赶紧破坏该部位，先松开钩毛才重新发射吧。了解。超硬的欸。我打超久了、啊、我的天啊。如果不要去执着打他的材料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很快的、啊、我刚刚太执着打他的材料了，整个卡超久。我已经失去平时的冷静了，没瓦斯了。この世界は残酷だ。そしてとても美しい。いい人生だった。私はもう諦めない。死んでしまったらもうあなたのことを思い出すことさえできない。うわー！ボーン！ビャン！第一之拳！呜呼！超帅！帅爆了！哦，巨人が巨人を殺してる。ただひたすら困惑した。巨人が巨人を殺すなんて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そしてかすかに高揚した。都是肌肉的巨人。その光景は人類の怒りが体現されたように見えたから。人类愤怒的展现。啊，是打超久的。看，手残哥啊，哥一直在手残。好，新资材，新技能下落攻击。哦，获了3000多块了，天哪、啊！好啦，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哈。那基本上呢也是一样啊、哦，很感谢各位的收看啊。如果喜欢的记得点一下这个喜欢，让喜欢数变高啊。这样子的话，老头会很开心的啊。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到这啦。如果喜欢我的朋友呢，左下角的订阅，右下角的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进击的巨人再见啦。拜拜。